的，你有事儿啊？我告诉你别拽我啊，我今天必须跟他说清楚，挺大一老爷们儿，摸你墙屁股，底线在哪里，良知在哪里，道义在哪里，他就在那站着呢，去吧。你那个放开我啊。啊，是你放开我吧，从刚出电梯你就一直拽着我，我还以为你要拉着我跟他去干架呢。你说你啊，每次都那么马后炮啊。咋了我？不是，你能不能别老看手机啊，你跟谁聊天呢？刚才在电梯上你就一直看手机啊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啊？你能别老怀疑我了。我跟你闹着玩呢吗？你刚才是不是说马后炮呢？不是，你刚才连大气都不敢出。我那哪是大气不敢出，我那是在电梯里边有施展快拳脚，你看我抓他的，我抓住可能走不起。你抓住他干嘛呀？去啊，抓他去啊。不是，你是不是爷们啊？你这样欺负你都不管。咋欺负的呀？是不是这样？谁懂啊，家人们，为什么这么小的拳头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，连续三下都是暴击，我真是栓 Q 了。